What does perfect even mean? Is there even such a thing? Ooh, can we switch up all the rules and imagine a utopia? Darling, I'm just so fed up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They keep weighing me down. My heart is begging me to get the hell out of my head. I'm gonna live inside the upside down for a minute and pretend. Honey, I'm a perfect 10. Whoa, whoa, honey, I'm a perfect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我是陪你们一起防疫的艾神教练。 好，现在外面还是非常的险峻，所以尽量大家还是要待在家里面。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会安排一系列的运动体适能，能让你在家里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好，那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帮我准备几样东西。好，第一个就是瑜伽垫。 瑜伽垫帮我准备一块。那第二个呢？今天没有跳绳的动作，所以跳绳你可以帮我拿来做转肩用，或者是你有这一种弹力带的话，它会相对的比较好做动作。我们只是会做一些这种转肩的伸展动作，让你的肩膀活动度再开一点，这样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有时候太累，肌肉太疲劳的话，下来要马上做一些伸展动作。好，那准备这几样东西后，我们再稍等一下，就准备开始来运动了。好，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要记得带一下你的水。好，水要准备在旁边，随时要补充一下。 啊，预防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会抽筋的话，水要多补充一点。好，那我们就先把你的瑜伽垫拿出来。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做操喽。来，双手借我，把头往下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脖子绕圈，一、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肩膀，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手，一、二、三、四、五、六、七。 手臂，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手，一、二、三、四、五、六、七，手往前拉，二、三、四、五、六、七，换手，一、二、三、四、五、六。 七，双手绕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双手往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双手往下，一、二、三、四、五、六。 七，转转你的腰，一、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双脚帮我打开，肩膀往下压，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一、二、三、四。 五、六、七，压膝盖，一、二、三、四、五、六、七，换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往下压，一、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来帮我把你的瑜伽垫拉好，好，请坐下来。 好，麻烦帮我把你的脚打开。好，自己稍微往前推一点，来，双手借我，往前趴，手指抓远一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OK， 如果你可以的话，麻烦帮我把你的屁股立起来。好，手肘放在地板上。 自己放松，让你的重量往下压。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慢慢回来。来，我们转到侧面，来，弓箭步踩出来，身体立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来，我们要把脚伸出去做侧劈，好，往前伸，自己重量慢慢的往下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换脚，弓箭步踩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来，脚往前伸，尽量做哈，下不去没有关系。来，双手一手放一边，往下压，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来，帮我把你的双脚合起来。来，双手借我抓你的脚尖，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双手放两边，推超过你的手，超过你的脚踝。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来，手绕到后面，来侧面给你们看哈，屁股往前坐，把肩膀拉开一点，下巴可以微微的抬起来，放松一下。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我们做一点动态的核心哈。等一下不用拉那么开，双手辅助撑着就好。好，手你也可以选择撑开一点点。来，双脚帮我举高停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来收脚十下，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双脚伸直，举5下，一、二、三、四、五，来，停住5秒，四、三、二、一，踢腿，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左右交叉，一、二、三、四，加油！五、六、七、八、九、十，来，双脚一起往后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慢慢下来，身体转过来。 肚子放松，下巴抬高，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收回来，肩膀往下，胸部碰地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收回来。 来，手腕借我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8、9，来双手反过来，1、2、3、4、5、6，左右压一压，7、8、9、10，好，来双手撑好地板，我们转回正面喽，正面撑地板。好，我们往左边绕个圈，角度帮我压大，1、2、3、4、5，换你的边，1、2、3、4、5。好，我们等一下重心往后往前的时候去顶，去顶起来，让你的手掌心离开地板，手指头压好。好，我们一样跪好，重心先在后面，往前压的时候往上顶，再回来，往前压的时候往上顶，再回来。OK， 我们做10次，加油！准备，手撑好，先往后 ，Go， 往前压，往上顶，往后，往前压，往上顶，加油！往前压，往上顶，3；往前压，往上顶，4；往前压，往上顶，继续哦，5；往前压，往上顶，6；最后4下，7、8，加油！最后2下。往前压，往上顶，9，最后1下，往前压，往上顶，好 ，OK， 手甩一甩，手腕转一转。来，请躺下哈、哦，我们做操大概就是这些动作的变化，让你的手腕、核心、膝盖、脚踝尽量去拉开，让它热开，你在做动作的时候才不会容易受伤哈、哦。躺下来，待会做桥型。肚子往上推，不行的人，好，我每一次都会讲，真的不行的人不可以勉强，就做这个动作，往上顶就好。OK， 来，请躺下，我们准备咯，来，双脚微开，手撑好，准备，4、3、2、1 ，Go， 顶起来，1、2、3、4、5、6、7、8、9，慢慢下来。好，手腕拉一拉，我们来练一下脖子哈。等一下撑上去之后，头顶好地板，双手放开。好，这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做。我们脖子稍微加强一下。如果你未来有想要练一些空翻动作的话，这一个是预防你假设真的不小心。没有翻过去压到头的话，脖子还可以自救一下。好，来准备，一样10秒哦，加油 ，Go！ 来撑起来，手放掉，1、2、3、4、5、6、7、8、9、10，好，慢慢下来。OK， 这个动作你一定要记得帮我铺瑜伽垫，不然地板会太硬。然后这个动作其实它不会危险，所以不用担心你的脖子会怎么样，因为它有一个力道在那边，你一定控制得住。好，所以手还可以在旁边辅助一下，这样就不至于受伤。好，来帮我把你的弹力带或者是跳绳、毛巾都可以拿出来，我们转肩10下。弹力带就比较好做一点，因为它有弹性，再拉开的话可以去调整你要的角度，那你的手就不用一直去调来调去。好，所以有空可以去买一条弹力带，但等之后可以出去的时候再去买。好，来，我们侧面一样哈、哦，侧腰还是要拉一下。拉一下，停住，1、2、3，换边，1、2、3，再一次，1、2、3，换边，一、二、三，好，休息一下。来，我们休息1分钟，喝个水，喘一下。 好，休息时间到哈，我们等一下第一个动作，因为今天算是高阶班哈，初阶、中阶我已经讲过，这一次今天会是高阶的难易度。那高阶难易度不会让你做不起来，因为在家里面做，我还是要以安全的动作为主，只是动作的秒数跟次数可能都会增加。 好，那就会稍微累一点，那各位要加油一下哈。等一下，第一个动作，我们一样做蛙式支撑哈，肘尖顶好膝盖内侧，但今天做的秒数会是30秒，好，之前都是10秒、20秒，所以等一下撑上去的时候，麻烦帮我停住30秒。假设你真的上不去的话。 你一样要试着重心去往前，重心去往前，至少让你的脚踩地面不会踩那么重，因为如果你踩那么重，你的双手就没有练到那个支撑能力了。OK， 那我们就准备30秒。好，第一组热身，手腕不舒服的人，试着去帮我围开撑着，好，不要正着，正着你会不舒服的话就围开。来，准备 ，Go！ 停住，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OK， 好。 不错哈，来下一个动作是乌鸦式啊，待会你的膝盖会顶在你的三头后面这个位置，好，膝盖顶在这里，侧面看一下，膝盖顶在三头的位置，两只脚都顶好，再帮我往前，好，两只脚顶好都再帮我往前。那今天呢，我要稍微要求一个小动作。 等一下，你在上去的时候，如果你有感觉，对于这个支撑能力你还感觉还不错的话，那你帮我压一个小脚背。好，所以等于上去的时候，脚背用力往下压，因为我们要追求一点美感，所以习惯它，脚背压下去，你会更出力，更出力，你会更好做。好，等一下膝盖顶在山头上面，好来。 重心准备 ，Go， 往前，停住，脚背压好，1、2、3、4、5、6、7、8、9、10、11、12、13、14、15，好，下来。好，抱歉哈，刚刚忘记跟各位说要做的秒数。 好，我们因为组数会做比较多，所以这个的秒数是20秒，然后做3组。那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的控制力会比较强大一点，所以你在控制的时候，麻烦手指不要忘记了，我们中阶课有教过哈，手指要去抓好地板，这样你才能维持在这个控制的重心里面。好，来，再5秒，我们准备第二次咯。5、4、3、2、1，Go， 重心往前，手指掐好，脚背用力。3、4、5、6、7、8、9、10、9、8、7、6、5、4、3、2、1，好，下来休息一下，手腕帮我甩一甩。 手拉一拉，来加油哈！我们还有最后一组哦，再5秒，准备，4、3、2、1 ，Go！ 重心往前，脚背压好，1、2、3、4、5、6、7、8、9、10、9、8、7、6、5、4、3、2、1 ，OK， 好，慢慢下来。好，我们今天着重在手的部分，会跟倒立的动作。 要说没有关联，也是有一点关联，但是关联性不会太大。但是今天手的部分，它的肌耐力跟肌力会比较重一点。好，好，来喝个水，休息30秒。好，待会下一个动作是你们最熟悉的伏地挺身。 那我们一开始呢，先做跪着的跪姿伏地挺身。好，我们要做的是拍子，所以是2拍下去，1、2到位哈，3 and 4。好，所以2拍下，2拍上，先做跪姿的，让你的手臂适应一下，好，二头肌适应一下这个感觉。来，我们在5秒准备咯，双手先帮我支撑好，膝盖跪好。 角度自己拿捏，要以上的来为主。好，来准备5、4、3、2、1 ，Go！ 1、2 and 上，4，加油！1、2 and 上，4，继续1、2 and 上，4，继续1、2 and 上，4、5下1、2 and 上，4、4下1、2 and 上，4，加油！1、2 and 上，4，2下1、2 and 上，4，最后1、2 and 上，4，休息。好，赶快手腕、手臂拉一拉。好，我们这个动作会做2组。 那第2组，麻烦在最后一下的时候帮我停在下面，停住10秒钟就好。好，加油一下。如果真的很吃力的人，你的手就不要那么下去，好，去控制一下。那2拍你自己拿捏高度。来，准备最后一组，5、4、3、2、1 ，Go！ 1、2 and 上。 4，加油！1、2 and 上，4，继续1、2 and 上，4，加油！1、2 and 上，4，1、2 and 上，4，5下1、2 and 上，4，加油！1、2 and 上，4，加油！1、2 and 上，4，2下1、2 and 上。 4，最后1，停住，9、8、7、6、5、4、3、2、1，好，休息。好，不错哦。来，我们休息30秒，赶快手拉一下。好，刚刚前面有说了，弹力带可以拿出来用，跳绳也可以拿出来用，好，赶快拉一拉。 好，边休息边听我说哈。待会下一个动作是双脚撑起来的支撑，脚围开的伏地挺身。我们做4拍下去，2、3、4，4拍上，4拍下。好，我们只做5下，但最后一下都要帮我停在下面5秒钟。OK， 来准备咯，再10秒，9、8、7、6、5、4、3、2、1 ，Go！ 1、2、3、4 ，and 上，2、3、4，加油！1、2、3、4 ，and 上，2、3、4，加油！一、二、三、四，哎，上，二、三、四，两下一，二、三、四，哎，上，二、三，最后一下一，二、三，停住，四、三、二、一，往上休息。好，在做这个推的时候，帮我注意你的核心，腰不要让它往下垮掉了。好，记得往上收，顶好。好，加油！我们再休息15秒，准备最后一组。来，手赶快甩一甩。来，准备5秒，4、3。 二一 ，go 一，二三四 ，and 上，二三四核心一，二三四 ，and 上，二三加油四，一，二三四 ，and 上，二三四两下一，二三四 ，and 上，二。 三，最后一下，一、二、三，停住，四、三、二、一，好，休息。好，手甩一甩，喝个水，休息30秒。来，待会我要请你把你的瑜伽垫移动到墙壁。 好，帮我转成直的，来移动到墙壁，好，贴好墙壁。来，我们最后一组手的项目，好，今天是高阶班，所以待会你的脚，麻烦帮我踩到墙壁上，双手支撑在下面，一样是2拍下，2拍上，但是这个要提醒哈。 脚不用踩那么高，因为踩越高手越重，好手越重。今天都是肌耐力跟肌力的表现，好，所以脚不用踩这么高，脚可以帮我踩低一点，但至少试试看，尽量在墙上。那如果手的肌力还不够的人呢，你脚踩地上也没关系，我们再增强一组也是 OK 的。好，来，时间到，我们准备。 最后一个手臂的动作哈，来，双手帮我撑好，好，你可以踩多高就踩多高。来，我们会做5下，来，准备咯，5、4、3、2、1 ，Go， 1、2 ，and 上，4，加油，1、2 ，and 上，4，继续1、2 ，and 上，4，3下2下1、2 ，and 上。 四，最后一，停住，4、3、2、1，好，下来。下来的时候很简单哈，脚只要往下踩就好了，所以你不要整个身体突然放掉，这样子会比较危险。OK， 休息20秒，我们准备最后一组，来，手臂甩一甩。 10秒。 9、8、7、6、5、4、3、2、1，脚往上踩。好，依你可以的位置踩好哦。Go， 1、2 ，and 上，4，加油1、2 ，and 上，4，继续1、2 ，and 上，4，2下1、2 ，and 上，4，最后1，停住。 4、3、2、1，往上下。好，不错，来，我们喝个水，休息1分钟。好，待会把你的瑜伽垫再拿回来。好，拿回来。来这边，待会要做的是核心哈。等一下，我们先热身一组，做棒式，帮我停住就好了。OK， 好，我们还有30秒。 好，来准备了。5、4、3、2、1，撑起来，停住。1、2、3、4，肚子不可以垮掉哦。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好，休息一下。来甩一甩，拉一拉。好，待会是动态的棒式。好，待会动态棒式会做30秒。双手帮我先跪好地板，棒式顶好之后，时间开始，手往上撑起来。 收脚2下，手再往下跪。好，连续的动作就不停，一直连续做，连续做。好，待会的棒式是动态式的哈，所以尽量去帮我用力的撑完。好，核心出力，不要让它垮掉。来，我们准备了，5秒，4、3、2、1，来撑起来 ，Go， 往上撑，收脚，往下跪，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好，来休息一下哈，来加油哈！我们等一下下一组是同样的动作，棒式撑好，撑起来，收脚2下，要再加推2下，好 ，push up 2下。 来，一样的组合动作会做30秒，撑起来，收脚，收脚 ，push push， 好，这是一组，再跪下来 ，OK， 来，我们准备咯，再10秒，9、8、7、6、5、4、3、2、1，先顶起来，准备 ，Go， 往上撑，收，收，推。 推，继续加速哦！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好。 休息，还不错哈。我们休息30秒，你可以喝个水，稍微拉一下你的腰。待会我们回到侧面，今天的侧面动作也会有一些进阶上的变化哦。好，待会我们第一组就是侧面的，把身体往上撑起来，头举高，眼睛看着。 手掌心就可以。好，再休息一下，还有15秒。这10秒，9、8、7、6、5、4、3、2、1，撑起来，手举高，1、2、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好，换边。 好，我们左右边都是一次做完的哈，那中间就不会休息太久了。预备 ，Go！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好，慢慢下来休息一下。 好，来，待会下一个动作哈，要把你的手支撑起来，手帮我提高。这个除了你侧腰的核心要用力之外呢，还要控制一下你的平衡。好，所以待会会有做一些动作上的变化，所以在做的时候尽量去帮我控制你的平衡，啊，小心不要让它垮掉了。OK， 来，我们先做第一组支撑停住就好。 好，身体不动，先去适应一下这个平衡感的感觉。手要记得帮我撑好哦。来，准备，撑起来，手举高，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好，换边。 来，手顶好，撑起来，手举高，1、2、3、4、5、6、7、8、9、10、11、12、13、14。好，慢慢下来。好，待会就是这个动作的变化。 好，等一下撑起来呢，撑起来，我们先停住5秒，控制一下平衡后再开始。好，5秒到往下穿进去这个洞里面，再拉出来，回到刚刚的位置。好，一个动作我们会做20秒，好，会做20秒。那尽量，因为是动态在做的，所以等一下动态在做的时候呢。 你手在动的时候，支撑手要记得平衡好，好，小心不要让它垮掉，也不要用摔的。好，来加油，准备了，5、4、3、2、1，撑起来，手举高，停住，4、3、2、1，开始往下穿，1、2、3、4。 控制平衡，6、7、8、9、10、9、8、7、6、5、4、3、2、1，休息，换边，来加油哦！今天动态的会比较累一点哦，支撑准备 ，Go！ 撑起来，手举高，5、4、3、2、1，开始，1、2、3、4、5、6、7、8、9、10、8、7、6、5、4、3、2、1，休息。 好，我们休息30秒，可以喝个水。还待会下一个核心哈，我们回到刚刚的手肘顶在地板的动作。好，先不做支撑。 手手肘顶在地板，身体帮我撑起来，手举高，肚子往上推，侧腰肚子往上推，20秒。好，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核心都只有做一组，因为一直在做变化。好，这个变化都是慢慢在增强跟让你适应一下。好，所以来等一下准备，往上推一样是20秒，加油哦！准备5、4、3、2、1。 Go， 挺起来，好，开始，1、2、3、4、5、6、7、8、9、10，9、8、7、6、5、4、3、2、1，好，来，我们换另外一边，加油哦，准备，撑起来。 Go， 1、2、3、4、5、6、7、8、9、10，9、8、7、6、5、4、3、2、1，休息。好，来手赶快甩一甩，腰拉一拉。 待会最后一组核心，我们要结合咯。好，待会就是撑起来，停好5秒后开始，手往下穿，回来后顶2下，往下穿，回来后顶2下。好，尽量帮我往上推，啊，控制好你的平衡。来，准备，我们还有10秒，9、8、7、6。 5、4、3、2、1，来支撑我们顶起来，手挺好。4、3、2、1，开始。1、2、3、4、5、6、7、8、9、10，9、8、7、6、5、4、3、2、1。 好，休息，换边，加油加油！最后一组，撑完撑完，来准备 ，Go， 顶起来，5、4、3、2、1，往下穿，收回来，顶2下，1、2、3、4、5、6。 7、8、9、10，9、8、7、6、5、4、3、2、1，好，休息。来，最后一项下肢哈，我们可以把瑜伽垫收起来，因为有些人的瑜伽垫可能比较软，那你在做下肢的脚的支撑能力可能就会 被影响，因为抓地力太软的话，你又要控制平衡，这样子会比较不习惯一点，所以你可以考虑把瑜伽垫拿掉。好，喝个水，我们休息1分钟。OK， 来，时间到，我们准备来做最后一个体能，然后等一下下肢，帮我把你的脚张开，与肩同宽，再开1步，这样就好了。好，脚趾朝前面。好，待会是 squat， 往下蹲2拍，到位，往上2拍回来。 好，最后一下的时候我们会做10下，最后一下帮我停在下面10秒，来加油，准备，5、4、3、2、1 ，Go，1、2，and 上，4，加油，1、2，and 上，4，继续1、2，and 上，4，加油，1、2，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五下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三下一，二 ，and 上，四，一，二 ，and 上，四，最后一，停住，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一，好，休息。来，脚赶快踢一踢，大腿快太酸，屁股快抽筋的人赶快踢哈。还在10秒，准备第二次。五、四、三、二、一 ，Go！ 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 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加油一，二 ，and 上，四，一，二 ，and 上，四，五下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三下一，二 ，and 上，四，两下一，二 ，and 上。 四，最后一，停住。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休息。好，踢踢。来，待会下一个，我们只有一次。好，2拍下去之后停在下面。好，帮我做4个8拍。 在下面小蹲4个8，好，我们这个只有做一次，所以稍微盯一下，好，加油一下。来，准备最后一组，5、6、7、8 ，Go！ 一、二，停住，4、3。 二，一小拍4个8，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休息一下，脚踢踢。 来，加油加油！快结束了哈，再稍微撑一下，你的课表就要做完了。好，待会是双脚帮我一字往外张开，等下是膝盖往外，好，裤子太紧，好，张开一点。一、二，往下蹲，三、四，一样是2拍下，2拍上，最后一下一样。 帮我停住，在下面10秒，再稍微跟一下，快结束了，加油！准备，5、4、3、2、1 ，Go！ 一、二 ，and 上，四，一，二 ，and 上，四，一，二 ，and 上，四，继续一，二 ，and 上，四，一，二 ，and 上。 四五下一，二 and 上，四一，二 and 上，最后一下一，停住，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休息。好，加油，不错哦。 好，有些人会问老师，我的胯没那么开怎么办？那没关系，你只要把你的脚趾往外张，那蹲下去，它会去拉你的改鞭，你的改鞭慢慢的去拉开，所以你的脚趾可以外张多少，可以自由去调整一下，所以你都可以试看看，哎，这个角度好像还 OK， 啊不 OK， 我们再收回来一点。好，慢慢的去拉开，胯会慢慢拉开。那胯拉开，有伸展到你的膝盖，也比较不容易受伤。好，来准备，最后一组，5、6、7 ，Go！ 1、2、3、4，加油！1、2、3、4，1、2、3、4，1、2、3、4，1、2、3、4，5下，1、2、3、4，1、2、3、4，3下，1、2、3、4，1、2、3，最后一下，停住。来，我们要加码，脚跟踮起来，10、9、8、7、6、5、4、3、2、1，休息。来，脚踢一踢，喘一喘。好，最后一组，停在下面，4个8拍就结束。OK， 来准备咯，脚踢一踢。 加油，加油！来，加油！我们最后一组4个8就准备结束了，准备5、4、3、2、1 ，Go！ 2拍，1、2，停住，5、4、3、2、1，开始4个8，1、2、3、4、5、6、7、8，加油，2、2、3、4。 5、6、7、8，最后3、2、3、4、5、6、7，加油！4、2、3、4、5、6、7，休息。OK， 好，赶快脚踢一踢，快抽筋的，赶快拉一拉。好，待会把你的瑜伽垫拿出来，我们准备做伸展。 来，可以喝个水哈。好，麻烦把你的瑜伽垫拉出来。你如果不会喘的人，就可以坐下来了。来，待会我们弯一只脚。好，刚做完下肢，所以脚赶快，我们先拉。来，弯一只脚，往后躺下去，放松你的大腿。1、2、3、4、5、6、7、8、9、10，来换脚，来弯起来，往后躺下去，1、2、3、4、5、6、7、8、9、10，好，来慢慢坐起来。来，我们双手抓一只脚，如果你抓不到，柔软度比较不好的人没有关系，你尽量抓。 抓脚踝、抓小腿都没有关系哦，但是用双手去帮我抓它，来慢慢拉高，重心往后仰，1、2、3、4、5、6、7、8、9，换脚。好，把你的腿后拉开哈，来1、2、3、4、5、6、7、8、9 ，OK。 来，我们把前脚弯起来，因为刚刚做很多的下肢，所以那个屁股会比较容易抽筋，所以我们现在要拉一下屁股，前脚弯起来，后脚帮我打直。好，屁股先往下坐，有拉到的感觉，没有拉到，你柔软度比较好，那就趴下去。来，1、2、3、4、5、6、7、8、9、10，好，来换脚。 来，前脚弯好，立起来，好，往下趴，1、2、3、4、5、6、7、8、9、10，好，来，我们双脚一起往后躺，脚去碰后面的地板，1、2、3、4、5、6、7、8、9，好，下来，来，身体转过来。 放松你的肚子，1、2、3、4。5、6、7、8、9、10，好，来撑起来，来脚跟往下压一压。好，手掌帮我贴好地板，脚慢慢站直，手掌以贴好地板为主哈，可以站多直就站多直。5、6、7、8、9、10，好，慢慢上来。好，来脖子往下拉，1、2、3、4、5、6、7、8、9、10，好，脖子转一转。来，脚踢一踢，腰转一转，好，扭一扭，转一转，双手转一转。OK，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那防疫期间，大家还是一样乖乖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让艾森教练带着你一起来运动。那我们今天上这边下课。